爱心可能咱提早来，提早来结束。胡彩华，哦，底下来胡彩华，胡小姐，嘿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啊，各位，咱民政府的干部、同心甲啊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三更两暝的演习会。研习会，甲这个时阵，得要画一个句点、句点，得画一个句点，要画下句点吼，要来紧紧的要来结束。我看大家，个性真有收获吼，那像安尼真有心得，因为咱这个课程甲外口无同款，甲啥物凯达格兰。学校还有哦，民进党有一个凯达格兰学校，啊，李登辉有一个李登辉学校，咱的课程甲伊拢无共款。李登辉学校成立了，哦，拄开始几啊冬，我拢定来接到这个通知，讲叫我去上课，啊，我来甲一个学长讲讲，你甲看嘛，我是不是换来上这课啊？哎、啊，你就李登辉第几个啊？你对，这人都也毋捌看过李登辉身，你就甲李登辉做伙食饭啊？你都去上啥物课啊？啊，就你去讲就对啊，你无去讲啊，叫你去上课，那黄坤辉是咧读个歹呀？各位爱听无？我的学长讲，啊，你1970年，你就甲李登辉做伙食饭的人啊，你咧上这个啥物李登辉之学校的迄个课咧？所以啊，我甲看迄个课程内容啦。当然啦，嘛足侪专家嘛咧讲台湾历史啦，但讲来讲去拢无咱郭牧师、咱郭教务长讲的很实在，诶，咱的台湾真正的信史啊。咱郭牧师我足佩服，嘛是我台大的学长，伊商学系，我经济系，伊安尼吼。49岁就退休，就开始读历史啊！哦，台大毕业了做生意，啊，赚到钱，49岁讲啊，我都赚有够啊，不爱去浪费时间在遐赚钱啊！啊，就用心去读册，读啥物？读台湾古古怪怪遐信史，就是讲嘛去图书馆看英文的，看有诶无诶，遮记载有关台湾的历史。我来听伊的课，我感觉足震撼。嘛，感觉足欢喜。伊讲吼，但有一款叫 silent trade 哦，我听着讲，伊讲台湾即款 silent trade， 咱古早咱台湾荷兰的记载，荷兰人的记载讲，咱台湾人故意甲你讲，这个物件我要卖，我要卖，甲困路边，哦，甲做一个记号，啊，就做去无用，啊，是做去吼，倒树仔骹。休困，唔是讲哦，物件我摆在遮讲，哦，这个物件我要卖，你要偌济要买，唔是安尼。啊，怎放路边？路边看过人嘛，袂讲，这个物件人要卖，我怎啊摕你走？这个物件我心中、心目中我评估有啥物价值，吼、哦，有这个价值，所以我要爱这个物件。啊，我这个物件我想要卖，啊，我怎啊把这个物件拆到遮？讲吼、哦，我甲你换一个，啊，这个放到遮，啊，这怎啊摕转去？等值的东西，安尼呢？当然老实干呢呢，当然故意干呢。咱祖先是安尼呢。过去，少年我初中时读着《镜花缘》，有无？《镜花缘》呐，中国人写来小说来，因为早期的时候，咱都受迄个国民党的教育，啊，看的册拢中国册啊，小说啦。我嘛足敬佩呢，哎呦！东方有一个国家讲像这款的呢，啊，水上迄条咧讲咱琉球甲台湾，因为啥？咱资源足丰富嘛，咱生活足好过嘛，哦，50000年前来个台湾，台湾这个宝岛，不胜鸿龙，
讲鹿港啊，鹿啊皮一直出口足济啊。我彰化人啊，彰化县整个平洋啊、平原啊，拢是鹿啊。哦，梅花鹿想看卖，阮的祖先拢食鹿肉呢，才有人食用啊。哦，哎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讲起来就讲资源丰富到这程度，咱唔免去人磨骗啦。哦，啊，咱就是安尼故意实在。哦，啊，就利用足够大量的啊，什么人来个吃啊？随在你啊，我的物件才坐都吃不完啦、啊，要吃啥都啥。啊，都中国人啊，妖活活啊，来个这说，大行都好啊，大行都给你骗啊，骗到五五，啊，去用咱去用骗的嘛，唔知。啊，就反正咱都会当过日就好，骗到尾啊，讲啥物事拢给提了了，何里无他吃啊？你嘛安尼，哦，认真打拼哦，要干呢。啊！来讲说吼，因为咱有国民党统治，有中华民国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咱才会这艰苦。伊嘛唔相信，后影迄是我饭桶，家己讲想我饭桶，啊，就认真做，认真做做到要死哎，做袂到应该死的时阵就破病死啊！啊，叫来叫去，叫无他吃，就讲哎呦，拢唔是，拢我也唔对，所以老爸就牵囡仔去自杀，老母就牵查囡去自杀，台湾人有够可怜的。一个老老实实的民族，或一个专门的满片的民族，来甲咱领地，来甲咱剥削。各位甲想一真，咱和国民党统治，和中华民国统治相搭，和中国人统治相搭。荷兰甲咱统治的时，嘛荷兰荷兰安尼有一个接触到西方文化、先进文化的机会。电信公家完成来到这个所在200多栋，拢在吞打，看起来拢在吞打，拢无甲咱建设。完成212栋无建设，到半项。到尾的时阵，哦，真破败的时阵，才讲，哎呦，这个所在真重要，啊来创一寡啥，创一寡军事方面的建设，安尼尔尔啦。哦，有啦，讲哦，都家人甲兄弟甲你做一条铁路，啊，无能力甲做甲。高雄甲屏东去啊！日本人来的时阵无唔对，日本人来的时阵，伊伫迄个1905年甲1915年时，特别征发这个山地同胞的时阵，伊当然有战争啊，有杀人。啊，拄到这个1895年入来甲台湾的时阵，嘛是因为有兵部做的汉化了，家己想伊是汉人啊。家己想，伊是满清的迄个什么清国啊，清国奴啊，哦，啊，就起来拿德国造菜刀就甲伊剪嘞，哦，啊，剪嘞就输起啊，输起你就是侵服去啊嘛，哦，啊，然后日本伫1915年以后啊，就开始大力建设台湾啊。咱来看迄个嘉南大郡啊，嘉南大郡。要100年呢，因为阮外妈吼，阮妈妈的外家是伫这个八色鸟的故乡。我祖先的时候，那要去参阮妈妈去阮阿妈遐，落车头一行行2点钟，入去个八色鸟的故乡的时候，都要经过嘉南大郡。啊，阮妈妈的生母是伫这个丁庄啊，伫落水溪头遐。啊，迄是杨某迄边头，啊，所以我伫落水溪头就看到迄个大船，会烧船高，啊，然后要去这个巴士岭故乡，看到嘉南大船，大船高，我迄阵感觉这工程足大呢，你也想看迄个差不多1920年、30年迄个时阵所做的工课，整个嘉南大船的迄、那个。灌溉的系统，包括咱嘉南平原，包括彰化县的灌溉的平原，做个足完整呢。各位若有机会对阮兜来去看，阮兜头前的圳沟，迄座的水利工程啊，甲即马拢无坏去呢。啊，国民党来了，吼、哦，佮做的水利工程拢已经坏了了呢。所以我自细汉就看到日本时代留落来遮水利工程。整个的灌溉系统非常的完整，咱的农业才有法度创啊足好势呢。
所以咱来看日本人对咱台湾人所做的建设，咱家己感觉足汗颜的。吼、哦，就是讲中华民国来到这个所在，并无甲咱做真好的建设。那伊一旦有建设，拢是破坏。一旦有建设，大部分都是先破坏，破坏了所做出来物件，一台风台来，就害了了；一大水来，就捞了了。啊，人日本时代所做的水利工程，甲这拢足完整。以后这几年才二十年来，足侪政策拢咧破坏整个的这个水利工程。那像讲迄个新水都案，迄个真明显的例子例啊。伫连前做行政院长中间，有一个伫农地中间的五，你若找五公顷合起来连起来，要连起来做开发，要做啥？要做建地时，你就会当通过呢。啊，你也想看，这是农业地区，那五公顷的时，你也一户五公顷以上，你都要申请迄个都市开发，还是讲这个建地开发啦？啊，所以这整个水利的设施都拢去破坏掉。啊，农地中间有这款的。一个集村建设的时候，有一个这个人大的所在的时候，咱就家庭的废水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灌溉水利用的，迄、那个灌溉的水都拢垃圾去啊！啊，外内底偌济贪污，偌济问题，拢无去进一步变过。所以咱将来民政府要接手的时候，问题足济呢。各位今仔日来这个所初级班完成了，就已经是咱民政府的同心啊！啊，将来咱会伫咱这个所有来参加这个训练者人，哦，来找一挂较优秀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比较上会当做代志、有沟通能力、有领导能力的人，咱会渐渐的浮出来，浮出来先到先进入去咱的现处时，咱的未接到这个政权的时阵，咱的民政府的迄个系统内底来斗三工做咱的基本的干部。有一天我们得到政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几万人的人才，所有的人都派上用场、啊、所以、啊、大家一定要对我们台湾这个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、哦、对荷兰以前跟荷兰、哦、跟这个中国人统治的两百多年、哦、电信公跟万清跟日本人来所做所为的这段历史，我们要很熟悉很了解，我们才有办法在外面哦，讲讲，看来看去，哦，那欧洲、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美国来甲咱通敌的时阵，咱拢进步；，啊，中国人来甲咱通敌的时阵，咱拢向下沉沦呐。哦，啊，这个情形之下，咱敢要甲中国，阁继续来称兄道弟？有人是讲，哦，拢共一个国家，咱绝对否认。咱不爱接受这款的论述，甚至李秀莲讲远亲近邻，何解在？我无这款远亲，我嘛不爱这款近邻。咱爱有这个角色，那要结亲情，不爱这款的亲情；那要找厝边头，不爱跟这两座厝边头。所以，长伫咱的台湾语文研究会议。我足郑重甲所有参加议会者、学者、者老师报告讲，阮民政所主张的，是要脱华入欧，永远离开中华文化的阴影，要来加入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的这个阵营，要来让咱台湾脱胎换骨，要让咱台湾完全离开中华文化的影响。所以阮个要求，我个要求啥呢？今仔日拜托各位，咱个台湾语文的专家提出一个方案来，咱要安那来进行咱台湾语文的改革，吼、哦，咱要安那来甲咱个台语，吼、哦，普通话、客家话、高山族个语言来甲文字化。咱家己有咱家己文字，吼、哦，文字这个物件，语言这个物件。就是咱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上重要的物件，就是咱思考、咱脑海内底咧思考、讲出来话，甲咱的行为上关切的物件。咱以后不爱有中国人迄款的思考、甲言论、行为，这就是真 ，no 就是 no。中国人是暧昧不明的，中国语、汉语、北京语，
是暧昧不明的，随在过来过去，会当安尼嘛，会当安尼。哦，正如那你讲，你若是台湾人就台湾人，你若中国人中国人，袂使讲我是台湾人，阁是中国人。哦，我还记得秘书长伫遮讲话讲，中国人也法律的判决真暧昧。有一个贵公子骑马去踢到人，踢死去啊！结果法官判伊无罪，因啊，因为啥？马持伤人啊，唔是这个人持马伤人啊，是马马咧叮当，马咧行，共踢到人死去啊！唔是这個人骑马共踢死啊，所以无罪。这就是有钱判死，无钱判死的真大别真大的区别嘛。大家甲想看嘛咧，伊若是无钱，伊若无去送红包。会变驰马伤人无？是马伤人，唔是人伤人嘞。啊，这个马若唔是人咧骑，哪会讲踢到人踢死？但是法官对当用这个中文，甲你过来过去。你若无钱，就是你驰马伤人，你这个人骑马踢到人，伤到人嘛。啊，你若钱来，就是吼马驰伤人啊，马讲踢到，唔是人踢到呀。我人无甲踢到啊，这是事实。啊，你看这款中文要哪有效？这中文吼、哦、暧昧不明，所以啊、哦，就是非不分，善恶不分。所以中国文化底下，伫中国文化底下，这个国家变来强大，足侪外口戆啊，咱本土大人足戆的呢。去国民党宣传，民党宣传，讲到呢，那是中国外交对外交呢。哦，什么经济成长率啦、啊，几%啦吼，啊，伊的生活拢改善个，就好建设外建对外建。外紧啦，但是哦，还没有离开晚清时代船坚炮利的思维。伊想哦，我呐哦，船坚炮利，我国防真强，我就会当安怎突然就变强国？有迄个代志吗？你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拢无建立好势，要是人治的社会，要是专制的这个体制，那有可能将人的迄个创造力激发出来？那么这些台湾是讲，那么解除中国文化的桎梏。儒家思想拢不爱，四书五经拢免读，古文拢免读，咱拢免去读个。迄面个一读个时喏，你的思想、你的思考，就去限制伫迄个所在，限制伫一个范围内底。咱来突破这个范围，咱要甲西方同款，完全开放、开放的心胸、开放的创造力，咱才会变作一个啥？真正自由的个人嘛。啊！你来当真开放的时候，你思想是真奔放，你就有创造力出来。当每一个人拢有创造力的时候，咱这个社会就会进步，每一个人都会赚到钱。政府袂使甲你白条条，咱足侪物件拢爱开放。政府无甲你白条条，互你去发挥你的长处，发挥你的创造力。每一个囡仔做啥，咱就鼓励创造力。所以教育文化同款，咱后摆考试是足活的。甚至唔免考试，写报告。当你写报告时，爸母袂使甲伊退手，互囡仔家己去认真去想。那像画图同款，你咧画一个月亮，还是画一个太阳？月亮不一定是安尼啊，不一定是安尼啊。太阳嘛，不一定干圆箍尔，嘛有足侪你会当按照囡仔的思想、伊的年龄的成长、甲伊的思考，去创造无同款的形象。安尼，咱这个社会才会当活泼奔放，所有一切都是活泼化、奔放化，安咱才会进步。所以啊，将来啊，咱就是讲，要创造一个真适当的环境，哦，让咱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发挥他的专长，发挥他的兴趣，唔免讲读册拢同款。就算你若唔读册，我紧学功夫。你学功夫学了真贴的时，你咪当做大学讲课。哎，安尼呢？唔是讲你要做大学讲课，都爱提个朴素去啊，才会当做大学讲课。啊，浪费足侪时间咧记忆，浪费足时间咧读个背功课、背东背西，啊，你去考试唔免安尼。你小学毕业无要紧，有教小学毕业有教啊。啊，你去学功夫，学啊足贴的，变达人，哦。那你讲做多啊，吼、哦，把钢变达人，足厉害；设计变达人，足厉害。你就可以在大学讲堂讲这个课。安尼，咱这个人才才会出现。
唔是讲读册读啊博士才是人才，无迄个代志。我顶下伫这个所在讲过，滨州有一个做餐人的子弟，读高中尔，伊吼对中国文的足兴足有趣味，就去中国蹲点去研究，写一本有关中国吼伫这个共产革命前后的代志，吼、哦、叫做翻身。这本书翻身真大本，变成博士班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政治系，吼、哦，政治系就是各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要读的书呢。哎，这高中毕业了呢，学术研究不限于你在学院里面，你伫厝里面当做学术研究。安尼，这个社会才会活泼奔放，思想才多样性，不限于一个方向。那些小孩在各方面都在进步，啊，咱每一个人创造力就发挥出来，每一个人都有自信出来，不是像这款中国文化压抑讲，你都要读四书五经，你都要读个大学，你都要读个博士班，你才会当安怎都安怎。咱反对这款的观念，反对这款对人的束缚，咱就脏。我透早就去观察一个，看一个这个，参观一个这个咱的有机农场。有一个先生五十多岁了，伊高中毕业的，伊二十年前开始想讲，我应该做甲人无共款的，所以伊甲将通风管对通风管的下口的手机啊、手机拢捡起来，因要烧烧掉，提烦恼就烧掉。哦，我拢买啊，我拢买啊，拢载来就好啊，甚至你也无多载，我去载，载来放伊个田呢，甲堆甲那山啊悬，啊，互伊烂去，啊，再佫用个搅碎机甲搅拌、搅拌、搅拌，佮幼幼的时变做肥料。变成肥料，伊讲是安那要安那做，伊讲这个物件，伊在高雄，伊就想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是咱的土质上好的物件。是安那讲，你若要种有机蔬菜，那个土地要像高山上的森林的树下的那个地，要很多树叶、很多树干乱掉的那个地。所以讲，哎，啊，咱朋友都无多去山顶搬迄个物件落来，所以伊就来做这个肥料出来。哎，肥料送农民，啊，条件就讲，你农民种出来菜。哎，教给我卖，你种出来，告诉我外口卖三十块，我给你四十块，给你卖。我四十块卖五十块，我赚一十块，你赚十块。二十块的成本尔，农民是咪赚二十块？所以大家拢会当生活，而且呢，所有的人消费者拢会当食到啥无农药的蔬菜，健康的蔬菜。哎，这款足伟大的观念呢！我怎啊拜托伊讲，拜托你来参观民政府，你拜托你来做我农业部长啊！因为我歹势啦，我高雄毕业呢，我学历伤低，唔好啦，唔好啦，哦，讲唔好啦，我无迄个代志，只要你小学毕业就好，义务教育有受的义务教育，你有这套物件，你的这套理念，咱就会当来推动你的有机农业，咱需要你这个实际苦干实干、草根性这么强的人来做农业部长。大家有赞成吗？所以哦，那是一个例子，我们这个是一个例子，一个例而已。所以每一个人不用说啊，我读册读太少了，啊，不可以做啥，不可以做啥。你对你的趣味的问题，你去研究，你去发想，啊，你去做一些跟人不一样的，建设一个国家，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才要来做。所以我们要欠足一个人才，啊，你如果做了有心得，做了有意义，你感觉有意义，大家跟我说，跟我们民政府说，你就来讨论，提物件来看，啊，然后做些工课，你会当到三工。哦，咱一直要储备人才。哦，那有这款呢，有专长的，咱拢希望来做国务员。国务员就用将来内阁大臣有出缺，哦，啊，咱就需要个递补。啊，因为国务员在参加内阁会议，啊，参加内阁会议时，咱就当平常时啊，就咧与时俱进，因咱要做一个领导者。平常时啊，都要参与这工课。那无参与这工，负责的工叫你创啥，完全没有概念，啊，就无得做代志。另外就是讲，咱希望各位在座的人，每一个人将来变成咱的领导者，伫各阶层、各所在，拢是咱的民政府的领导者。吼，小的社区、大的所在，拢会当做，啊，然后家己都要训练家己，要沟通领导的能力。随时注意这个沟通跟领导能力，哦，
爱做这个工课，把你的意思表达完整，然后买单，好好坐下来，静下来听别人跟你诉苦或者跟你报告他的心得或者他的主张。啊，做一个好的领导者，一方面爱有气质，一方面爱后天训练。哦，你若正直的，有一个正直的人，正直的人格，哦，啊，基本的迄个聪明才智，而且呢，吼，稳定的情绪，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。什么是稳定的情绪？咱看足济人，伫一路行来，咱伫民政府内底看到讲，有个人无稳定的情绪，大家听一个演讲，听讲，哇，咱要创啥创啥创啥。听讲，真好真好哦。但过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吼，啊，拢无创啥呢？无感觉啥呢？啊，就开始讲，迄个讲骗。足侪人安尼呢？啊，大概第五个月、第六个月，也是讲甚至一年后，这个代志发生啊，种要求啊，我迄阵啊遐冲动。所以我迄天咧讲，咱做代志吼，参与一个团体，要大树着眼，眼光爱看较远咧。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，就努力以赴，最后一定会成功。啊，如果这个方向是不对的，你没努力以赴，我常来讲哦，你若去拍架，你就知道，哦，我足用力的，我足拍命的，但是方向都拍唔到，一劈一讲功率森林去啊！这济团体，你看民进党，狂一个拍对林中森林去啊，拍袂出来。台陆人民六十档，共济六十档，伫心内底。迷失六十档，别让出来。你顶回想这嘛是几档？证明出现，嘛是伫迄个所在进入泥淖，爬袂起来。所以我讲，这三个团体，另外这些团体，拢变老浪费。年轻人刚讲，你都无路用啊，哪要参加？不要浪费迄个时间啊，宁可来这个玩电脑，也不去跟你参加你的活动啊。所以就后继无人啊。咱这团体无共款。咱就开始哭起来，丢，拢球拍碎，拢伫这个范围内底，咱的这个所谓的球道的范围内底。啊，甚至第三杆我们就上国岭了，第四杆就要进洞。啊，各位吼，伫这个过程会当来参观这个所在，应该家己感觉讲，我也是一个，吼，爱家己有自信、有信心，讲我嘛是。咱民政府重要干部之一，要有信心，大家有无？有，真好。所以吼，伫这个所在，我真用抱真这个真大期待，甲真大愿望。咱离开这个所在，要继续努力。头先秘书长讲，爱看《新台湾论》，迄本是有够大本，啊嘛有够无好读，真够歹看，真歹看。秘书长足歹看，吼、哦，意思讲秘书长足歹看，迄本书足歹看的。啊，但是你要耐心看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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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安尼个看一半尔，我就收获良多。我来看一本讲，美国军事占领下台湾的话，完全改观。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我过去就已经有觉醒，过去就对这个中华民国的占领台湾的这个合法性、甲合理性有怀疑。啊，所以看一本书，我就豁然开朗。啊，佮看伊迄个新台湾论吼，最近一部分都真清楚啊。所以大家除了讲伫这方面，咱法律论述爱看以外，就是讲培养家己本身，还有洞察力 （insight） 足重要。你洞察力就咧发现到现象的背后的本质，足侪政治现象背后是啥本质？这個、本质就讲中华民国伫这个所在，伊家己压迫甲统治的殖民的本质伫这个所在。你看民进党啥人无多个接受，因为民进党甲国民党完全挂钩的，民进党是国民党的私生子共款。啊，另外咱看这个就是讲迄个绿营内底李登辉这个台联，跟国民党也跟民进党也没有什么两样，所以无多替咱台湾人行出一条。哦，有五万的路，啊、好在咱这个民政府确确实实，我讲过啊，咱去国美国取得正当性，取得合法性，所以啊，咱伫这个所在气力不摇，是咱所有本土台湾人未来足大五万，所以大家爱对家有信心，国会就是这个五万的中心，爱把这个责任打起来，向前
奋斗向前努力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자결립결례하커